大家好，我是蕾蕾，欢迎来到蕾蕾 TV 生活日常。我在999看到这个惊喜包，哦，好久没有开了，因为很特别，所以蕾蕾买了两包。对，那我们先开这包。铅笔盒，史努比的铅笔盒袋，哦，还不错哦。哇，还有这个口罩套，哦，史努比的。这个是随身收纳夹，好方便呢，哦。口罩收纳夹，嗯，喷雾瓶，很可爱的造型，还算蛮实用的。对啊，这个是擦手机萤幕的，哦，擦拭贴，这个是皮质吊饰。吊饰，史努比的笔记本，好，换迪士尼的，那个比较重，好吧，哇，真的好重。什么？贴纸。贴纸。哦。难怪好。镭射贴纸。这个是可以放口罩的文件夹。你喜欢的东西啊，好漂亮哦，艾莎的卡片，哦，还有什么，哦，铅笔盒，贴的双层，哦，蕾蕾想要买的艾莎的自动铅笔，哦，太好了太好了，耶，有喜欢的，这是迷你的笔记本，嗯，小一点，便条纸啊，对，便条纸。哈哈哈哈哈！艾莎的，那个叫什么 BB 悠游卡的证件夹，它是灰色的。这个妈妈看到了会尖叫。米奇的贴纸，妈妈的爱。还有这个，好可爱哦！哦，也是一个笔记本，而且它是便条。哦，便条。哇，这好可爱哦！哎，欸，立体的嘞，后面是哎，欸，第三种，第四种，这个妈妈喜欢，五种，哦，我们赚到了，耶！变换五种不同的，不错，
我最喜欢的是这两个，超可爱的。好，如果喜欢的话，请帮我按赞、订阅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贴纸这个很惊艳，这么大。中头的夹子好几个哎。